来，我们看一下这题哦，这题是一个分式不等式，看到一个分式不等式，麻烦你看到分母，你先写好来，分母可以等于0吗？不行，所以 x 不能等于几？二。好，开始来算。我一再强调写分式不等式怎么说？三步骤，第一步移项，麻烦你先把这四把移过来，行不行？你不能把除以 a 减二移过来变 a 减二哦，因为你不晓得 a 减二正负哦，不能乱移哦。你不能把除的移过来变成了哦。这样行不行？所以第一步移项，先把这个四移过来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哦，把四移过来变几？减四，这样行不行？那移过来的时候，第二步通分，把这两个合为一，好不好？这原本是几 ？a 减二分之五 s 减六。什么叫四？它的分母 s 减二，行不行？所以说要四倍，所以说分子部分要写成分母几倍？四倍，所以说写4s 减八，这样行不行？这样约掉就是四了嘛。所以第一步移项，第二步通分，对吧？哈，之后把这两个分母合二为一，分母是谁？把这两分数合二为一，分母是谁 ？a 减二，分子 a 5s 减 4s x。负16减掉负 8, 负16加8自己负 8, 行不行？一项通分，第三步除变成，这两个相除小于 0, 麻烦你改成相乘 ,a 减8乘上 a 减 2, 小于等于 0, 这样行不行？算出来的时候不管大 A 小 A 那什么等于 0,s 是8或是几 ,2, 小于区总结，所以 a 借8到几之间 ,2 之间。但是前面讲过一句话 ,x 不能等于几 ?2, 所以标准答案要怎么写？要写成 x 小于等于 8, 没错，但是要大于几 ?2, 这也可以写等于吗？不行，那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好，把这边看一下。